小朋友们，有在现场吗？听到的举手。我看到很多小朋友，而且都没有举手呢。小朋友这么在现场举手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哈。这个游戏呢叫做金飞跑跳。OK， 很简单，就是呢，有没有看到主持人我跑怀呢？旁边有两条红色的线，有看到吗？有，然后小朋友有看到吗？好 ，OK， 来现场的小朋友，来全部起立。好，来来，起立，起立，起立。好，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示范一下哈。我要起立，好，我们可以稍微往前一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要怎么玩哈。OK， 很简单，就是呢，等一下呢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两个姐姐手上有一只非常红的红公鸡，有看到它吗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从起点一路呢。OK， 起点脚不可以超线哦，超线了我等一下叫你回去。好，好嘞，准备好，预备，这样子拍拍拍拍拍拍拍到这里来哦。好，我们来，两位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看谁第一个哈。来来来。OK， 有看到会玩了吗？会了，会不会玩？会，不够大声，会不会玩？会，会玩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呢要来玩两 round， 两 round。那我们先找两个小朋友先，好不好？我们小朋友先，好，我数到三，我们看哪个最快的先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那个红和黑色衣服妹妹跟后面那个粉色的妹妹，好，来来来。对对，就是你旁边有紫色跟黄色袖子的妹妹，来来来，我们来到台上，来来来，好，给人慢一点掌声，好不好？哇，太棒了！而且舞台就是要从小培养他们的，好吗？来来来，会玩吗？会玩了吼，好，旁边一个，左边一个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一样往前拍拍拍，要拍到这里来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准备好了吗？两个太紧张了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要正式的来开始喽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好，拍拍拍，要接起来往前拍。我们看谁哪个最快哈？来来来，哇，黑色衣服的妹妹最快了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先把好，谢谢，好，我们放旁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到中间。好，来来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两刚刚呢，我们黑色衣服妹妹最快了哈，没关系，先不教拜不美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拍照看前方。我们看前面，看前面姐姐来拍着，一、二、三，太棒了 ，OK， 谢谢两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再找另外一组，有没有小朋友也要跟我们一起来玩的？有吗？好，那我一样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来玩哦，好不好？来喽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两个小漂亮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，很棒耶，来来来。哇，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先来这边。好，我想问你，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小学几年级？六岁。你才六岁？哇，那妹妹你呢？八岁。所以你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哇，好，姐妹之间的厮杀哦。吼，来来来，爸爸妈妈在现场吗？爸爸妈妈在现场啊，有妈妈在现场。好，我们要来比拼一下吼，看是姐姐比较厉害还是妹妹比较厉害咯。好，要把它这样拍拍拍拍拍到对面这边哦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两个小宝贝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三二一开始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哇啊，要捡起来，再一次再一次捡起来。好，OK， 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，拍拍，哇，拍拍，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啊，好，接起来，慢慢往前拍，哇，太棒了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到前方，好 ，OK， 哇，刚刚你很厉害耶，你第一名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妹妹也很厉害的，然后尽力了。
本来第一名是几件？好，那我们来拍照留念一下，来看妈妈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们来看前面的姐姐，来看前面，一二三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非常开心，我们先稍微告一个小段落哈。我们接下来要邀请我们麦咖巴嗨舞团，请问这些。